大家看一下，我没剪之前是这样子的啊。今天剃光头，因为头发太粗糙了，所以想留长一点，重新留长。啊！我操，好鸡巴！我秃了，兄弟们，我秃了，我要变强了。我操，这怎么成贱人了？完成了，他妈的，变成卤蛋了，可以当和尚了。现在是我洗完头之后的样子啊，有没有卤蛋的感觉？